王姑娘啊，上次你話咧個用咗超神奇洗髮精咧，我就覺得好開心啦、啊。但係你又話咧，可能會發生啲咧諗唔到嘅事情，甚至會唔開心喎、啊。係啊，咁啊，我哋咧不如一齊去睇下發生啲咩事咯。好，一齊睇下啦。隔天，我和爸爸去大賣場買東西。哦，試過去掃木屎攞水髮精，這可是爸爸小時候最喜歡的怪獸呢。爸爸笑呵呵的買了怪獸木屎攞洗髮精。那天晚上，爸爸很開心的把一大坨怪獸木屎攞洗髮精倒在頭上。左走走，右游游，搓一搓泡泡。左走走，右游游，搓一搓泡泡。没想到，噼里啪啦啦啦！哎呀！爸爸变成了怪兽扑斯拉。爸爸，你话好吗？我大声喊着。爸爸發出的叫聲，爸爸竟然連聲音都變成哭屍啦啦。附近的鄰居看到爸爸變成怪獸後，嚇得全都跑了出來。沒想到，鄰居們都用了超神奇洗髮精。超神奇，超神奇，全世界都变成超神奇啦！太好啦！那个躲在电线杆后头偷笑的人，没错，就是超神奇怪侠。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。就在这时候，的开始刮起大风。隆隆隆隆，咕隆咕隆，一道闪电噼里啪啦的落下来，咕隆咕隆，咕隆隆隆隆隆，闪电劈中了爸爸，爸爸发出了好大的惨叫声后，就咚的倒了下去。哇呜！救命啊！不久之后，稀里哗啦，下起了一场大雨。糟糕啊！怎么这时候下雨？不要下，千万不要下啊！超神奇怪侠站在屋顶上大叫着，不过。大雨就像莲蓬头的水一样，擦擦擦的落下来，而超神奇洗发精就被大雨冲掉了。爸爸和邻居的大叔们，哎呀呀呀！虽然大家都光着身子，有一点害羞，但还好。都变回来了，就差一步，没下雨就好了。哎呀喂呀！从此之后，爸爸和我每天都用一般洗发精洗头啦。虽然有时候泡泡跑进眼睛里会很痛，但我没在怕的，因为。我已经受够了超神奇洗发精啦！啊，好啦，郑老师，我哋睇完呢个故事啦。咁你仲想唔想要呢个超神奇洗发精啊？而家又真系要谂下喎，因为头先睇完爸爸又变咗嗰只霍斯拉嘅怪兽啦，咁样。咁我谂下头先，我之前都话我想变做哆啦 A 梦噶嘛，但系我变咗哆啦 A 梦。媽媽又認我唔到，爸爸又認我唔到，好似有啲麻煩喎。係咯，喺個故事
事裏面咧，我哋都見到超神奇洗髮精咧，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噶。嗰陣咧，爸爸變咗隻故事奶啦，跟住咧，然後其他鄰居咧又變咗喎，又變咗做其他嘢喎，跟住咧後來咧仲搞到大家慌住，係啊，冇著衫。係啦，我諗到啦，咁如果我因為個小朋友同我一樣啦，都唔中意啲洗頭水熱棒啊嘛，咁我唔洗頭咪得咯。咁又唔得嘅，因為咧，我哋咧係應該保持乾淨，所以咧，我哋要恆常咁樣洗頭。咁如果你怕啲泡泡入眼嘅話咧，你可以匿埋隻眼，係啦，忍一忍咁樣，等啲跟住咧，等啲水沖走曬，咁就唔會整親隻眼噶啦。咁啊係，因為咧，我哋身邊啲人咧，同埋老師都中意小朋友都乾乾淨淨，最緊要衞生同埋都健康啊嘛。咁希望咧，小朋友睇完呢本超神奇洗髮精之後咧，都能夠第一樣嘢學識啦，就係咧我哋恆常去洗頭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咧，我哋其實都要習慣下喎。可能咧，原來我哋有普通嘅洗髮精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能夠用得到咧，都好開心噶喎。咁啊，或者你又諗下啊，你想唔想要支超神奇洗髮精咧，都可以諗下嘅。咁希望咧，你有時間咧又走嚟同我同阿黃姑娘咧分享一下啦。咁我哋下次又再介紹呢一本圖書俾你哋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好啦，咁今日嘅時間喺到呢度啦，拜拜。